胖胖虎，哈哈，昨晚睡得真好。嗨，朋友们，昨天是万圣节，所以我和我的家族拿到了很多糖果。看，我得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巧克力。这些我要留着等一下吃，这个我今天要吃。哦天哪！啊，你们吓到我了！万圣节已经过去了，请停下吧。妈妈、爸爸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宝宝，我听说了，僵尸病毒正在大海里蔓延呢。我这里有四颗解药，先送给你。我会尽快给你更多的，你要保重。好的，谢谢碰碰虎。哎呀，这是碰碰虎送来的解药，我需要给我的家人吃这个，让他们恢复正常。朋友们，你们能帮助我吗？我太害怕了，妈妈最喜欢的房间是卧室，所以我要在这里找找她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呀？粉红尾巴，鲨鱼妈妈，鲨鱼妈妈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哦，是粉红色的尾巴，那是妈妈吗？不要碰我！连美人鱼也变成了僵尸，让我们再找找妈妈吧。哦，这里也有一条粉红色的尾巴，妈妈。妈妈，醒醒呢！来，快吃解药。哦，鲨鱼宝宝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全家因为僵尸病毒而变成了僵尸，还好你吃了解药，恢复正常了。哦，谢谢你，鲨鱼宝宝。我们去救出其他家人吧。鲨鱼宝宝，我要去确认一下洗手间。如果你找到其他家人，就呼喊我，好吗？好的，妈妈。爸爸在哪里呢？爸爸！哦，朋友们，我觉得鲨鱼爸爸就在这附近，让我们一起找找他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呀？蓝色尾巴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爸爸，你在这里？好啊，我好啊！吃这个。吓到我了！但是爸爸在哪里呢？啊，我找到他了！你是鲨鱼爸爸吗？不行，鲨鱼宝宝，退后！鲨鱼宝宝，丢解药！亲爱的，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？哦，我做了一个梦吗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们全家都被僵尸病毒感染了，鲨鱼宝宝用解药救了我们。哦，太感谢你了，鲨鱼宝宝。这都要感谢碰碰虎给我的解药，但我需要帮助其他海洋动物朋友恢复正常。什么？我觉得有人跑出去了。我觉得是鲨鱼奶奶和爷爷，
们去哪了呢？哦，奶奶！奶奶躲在南瓜后面。朋友们，请帮助我们！如果你看到鲨鱼奶奶，告诉我们。鲨鱼奶奶在哪里呀？橘色尾巴，鲨鱼奶奶。我觉得他不在这里，那这里呢？不在这里，他会在哪里呢？哇！鲨鱼宝宝，丢解药！哇！哦，我的头！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哦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们全家被僵尸病毒感染了，而鲨鱼宝宝救了我们。哦，亲爱的，谢谢你。但是鲨鱼爷爷在哪里呀？那是爷爷的声音。我们去检查一下，你们先待在这里。不，我要找到鲨鱼爷爷。鲨鱼宝宝，跟我一起来。好的，奶奶。鲨鱼宝宝，让我们找到鲨鱼爷爷，让他恢复正常吧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找找看。鲨鱼爷爷在哪里呀？绿色尾巴，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鲨鱼爷爷，你在这里吗？嗯，你是谁？竟敢敲我的门？哦，那个坏蛋毒钩手船长还是那么坏。嗯。哦，我觉得那是爷爷。哦，在哪里？在这里吗？鲨鱼爷爷，请醒醒啊！鲨鱼宝宝，给我解药。好的。鲨鱼宝宝，妈妈、爸爸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弄丢了解药。啊，哦不，我们应该先安抚一下鲨鱼爷爷。醒醒吧，爷爷，是我们，你的鲨鱼家族。我的爷爷，我该怎么办？鲨鱼爷爷，请吃下这个。爷爷，鲨鱼爷爷，你怎么认不出我们了？啊，对不起，大家都没事吗？是的，我们都没事了。还有一件事，碰碰虎找到了很多解药。是的，我迅速找到了一些解药来帮助海洋中的朋友们。非常感谢你，碰碰虎，我们去帮助所有的海洋动物朋友吧。好的，我们快去吧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数到三，然后丢出解药吧。一、二、三。大家都恢复正常了，真高兴大家都平安回来了。你们都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们回家休息并吃些美味的东西吧。好主意，朋友们，你们今天这么努力帮助我，我们进去休息一下吧。胖胖虎影片好玩吧？不要忘记订阅哦，要订阅。
胖胖虎。